我们现在要把花海 TNT 跟南瓜 TNT 全部引爆，这样我们能多出一大堆的资源。现在把我们上次得到的箱子摆好，然后啊，算了，就往这里边先摆吧。不能合成或者不能直接合成的道具就塞进去，这些都是多余的，塞进去。压力板得带着，然后线这些纸都不可能现在合成，这都是破烂。一会儿我要下矿了嘛，啊，下矿了全塞进去。现在就是主要就是把这俩 TNT 给引爆，走，引爆 TNT， 获得大量资源，皮革也给它放起来，就在门口引爆。我家门口就有泰坦，就是这么狂。倒桶水，这水真的是接的太好，没有这水的话，这咋引爆啊？这旁边都有雪，它不可能往这个雪上长。这桶水接的好。得把这个堵住，谁在这挖了个坑啊，真讨厌，真狗。好，雪冲完了，还有雪球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雪球捡起来又是资源，发财了。看看雪球能喝成什么呀，大宝贝，先扔了，哎，就拿两组就行了。先炸 TNT 南瓜，放个压力板，炸这边，这边范围大一些。我还不知道南瓜长出来是怎么长，怎么这么长，你也太实诚了。我寻思还得带点什么南瓜藤麦啥的呢，是吧？这家伙太实诚了，朋友们，实打实的一大片啊，这都比出去跑图两小时找的南瓜都多。可以，更多 TNT 这个 mod 好用，非常好用。自己种得等多久啊？这不得两组，已经一组了，估计两组肯定是有的。好家伙，炸一个就行了。我本来想把这三个都引爆，我因为我觉得它不可能太多。漂亮，龙之宝石，哈哈哈哈，刚炸完就给我带来了大宝贝。云杉树苗扔掉，花海 TNT， 花海就没多少了啊，因为它是各种各样的花，而且是随机的，就是没有大花啊，都是小花。我们在这放桶水，哎，把花一浇，再放桶水，奥利给了，漂亮！你要是奥利给了，我正好有这么多花，挨个看一下能合成什么。再冲一下，哇，捡捡捡捡捡，都是咱们的花呀，这几朵就自己打掉就行了。来看看，台阶没有用，音响没有用，剑没有用，我们现在要的是机缘。怎么还有假花呀？假花扔掉啊，我们不要假花。奥利给了，所以南瓜可以再看一眼。哎，这什么 TNT？ 农田 TNT， 估计是不带那种植物的，所以我们不要。不带植物咱们要它干嘛？凋零玩偶，强大凋零撕拉，这个玩偶是必需品啊，这个提前准备上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去试本试本。哎呦喂，最终之剑，这个好东西啊，这个是远程攻击的啊，我们的镰刀只能近战，而最终之剑可以远战，非常好，非常不错，得到一个好东西。花海天梯就俩，就全炸了就行了。咱把这个花海天梯也给它引爆，嘣，来浇桶水，这边带浇桶水，漂亮，然后这儿再浇桶水。 OK， 我们现在捡花就行了，捡花回去合成一下咱们家里的资源，看能不能搞到点什么机岩装备啦，末地传送门啊，末影之眼之类的。哎，别往前走了，再往前走捡破烂了，全捡起来，没有多余的花，都是刚才咱们看过的。走回家，咱家里的资源还都没有看呢，把这些合成过的我们塞到这个箱子里，包括雪球还有红花。大哥你等着啊，我要合成出生长血清，我指定让你变，我让你进化。现在只有100滴血，进化完我让你有50万滴血，爽死你。三种木板，纸跟皮可以做书，这个也可以做，这个大丁香也可以做，台阶大花，哎，就这么多。我们箱子里的资源并不多，铁箱子不要，块，哎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块可能是宝贝？个屁，它不是宝贝，它是垃圾。头盔跟胸甲只要没有机缘装备还有虚无装备，咱们就不用考虑换了。我们头盔胸甲现在非常强力。这个呀，小蓝剑，这不是幸运极限生存里的小蓝剑吗？看大丁香、粘土、台阶。 Oh my god，史上最快解坑吗？这是，我的天！你睡着了是吧，老铁？醒醒，给我醒来！他居然没醒，
不愧是新版泰坦啊，居然没法把你清除掉，就算我们拿了氪金萝莉都无法把它清除，真是的。这属于一个没被激活的实体，所以清除不了，它不算实体。不打败凋零和梦影龙拿它没办法，不过没办法，我已经弯道超车通关了。朋友们，这一季的随机简直太快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叶枫这个小作者，我们下个系列见，拜拜。